今天抓这，前天抓的，十九号抓的，这是今天抓的。四天内，仁爱分局就侦破两件偷错珍贵拿木的案件。山鸟鼠拢是选择行路器，也是遍布这几种珍贵的树木下手。一方面搬运方便，一方面就是直接可以上到那个车床床啊、那个吊。看这被山鸟鼠偷错的树啊，错树的手法是直接将山拿中的树啊，对树身直接切作一块一块，方便搬运，更方便日后的加工。因为切割一块一块，再用人力把它背负下来，那经过我们了解，背负的每一块都重达了五六十公斤。那切的方式是以绞裁，整块接近为方形的。那用途哦，据嫌犯供称，是以制作聚宝盆、花瓶为主。仁爱乡内最近山鸟鼠偷错树的情况是相当频繁，引起林务局和警方高度重视。仁爱分局为此成立专案小组，长期进行布线追踪，掌握到几个信义乡民组成犯罪集团涉有嫌疑。今半暝发现这群人进入仁爱乡，马上展开跟踪埋伏，顺利在嫌犯犯案准备离开时，将人全部逮捕归案。这一组由信义乡过来的窃盗集团，他们开三台车，在前天进入我们辖区，我们一路监控，在外面埋伏守候，终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，在顺利当嫌犯把赃物运出来的时候，一举起获了相关珍贵的红块、扁柏等赃物。今侦破这件山鸟鼠偷错树的案件，逮捕两名嫌犯，因偷出来拢是行路器，价值大约有150,000。更加令人气愤的是，林务局依据被错行路器的大小来判断，这行路器拢是树龄9000年的珍贵树木。这次盗取的林木呢，总共是樟木是5块，那树种都是红块。那经过查价的结果呢，预估金额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。其实它都属于很比较大型的一些原生种的一些木材。那这些木材呢，它能够长得这么久，其实它对整个水源涵养的部分呢，都有很大的重要性哦。警方表示，根据调查仁爱乡内翠峰、青爱、甲景观等地区的林班地，是这山鸟鼠目前上频繁犯案的地点。警方将会同林务局全面加强林班地巡逻勤务，展现打击山鸟鼠的决心。警方也呼吁民众，如果发现可疑人士出入山林，会当踊跃向警方提供线索，共同来保护珍贵的山林树木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